准备妥协。每部电影都是主创及幕后团队的心血凝结，每个镜头也都有对剧情及人物命运的巧思编织。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就请到了2024五一档票房冠军维和防暴队的导演李达超，和大家分享电影幕后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大家好，我是维和防暴队的导演李达超。燃烧弹呢，我们会直接会烧到我们的演员，所以呢我们要用很多防火的护具啊等等，就避免我们的演员受伤嘛。你看，火真的要烧到我们的演员，我们几个主要演员全部都是穿了一些防火的衣服啊，还有做了一些训练吧，应该说，因为好好的人不会被火烧的吧，说他们有一个应激的反应，就会躲避啊，这样，所以要经过训练。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千万别乱试啊，你看所有我们的火烧还是演员亲自上阵，所以他们挺敬业的。